带，这个给你带，后面那个金的。你对着一个守护者说：“你要手枪吗？”哎呦，可以挖去钻石喽！挖钻了，还来还来哦！好厉害！太多东西，不要不要，别杀我，不要！保护我，哥，我下去挖。对面的隐形兵说：“等到有钱就丢送过来了。”对啊，他自己有哎，有间谍啊，他们对面。他是口袋有钱，然后就都去分给我了。哇，好赚啊！我们有一个口袋有钱，就给他们了。你不是吧，他自己？皮卡丘在后面，皮卡丘在家后面，在后面。我他妈开了！看到，这后面要怎么过去啊？为什么有人要打他掉下去？不要打，不要过去啊！然后自己上钩，掉下来。我啊，皮卡丘在矿洞啊，找不到箱子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叫你这样子？哎，救人救人！铁矿，换另外一个人了啊！这个这一个的啦，有人抢吗？啊，就跑掉了。有办法帮我付一个吗？你有没有纪念品啊？我没有，你有金镐，金镐给我，你金镐给我，去买一下。哎，何师傅，哎，你家里怎么干什么？嗯，这个揍爆他，爆了他，爆了他。叫什么？我赋予你这个岛。老板，就这个啊，老板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买，我去嗑个药，嗑个药，嗑药。后面的，哎呦，没盾牌，射你，痛！哎，太吓人了，所以。等一下，我买了太多蛋糕，哎，需要吃的。从外面被射进来。好。哇，这个又是漂移 boy。哎，看一下是什么？为什么都是一样东西啊？你居然没死！再次来，哈基，哎，你伫倒位？迪加，我无看到你啊！迪加，哇，这样子有效果吗？哦，嗨，迪加，我赋予你他，他，哦，蛋糕，蛋糕，外面。外面，走出来吃，走出来吃，快吃，快！饿不了啊！饿不了，赶快跳坑！好，哎，好紧张！哎，有人，我干掉了！还有没有他们蛋糕？不是有那个吗？养生通，哦，受伤，是有饥饿药水什么的，有，受伤，好疼，笑不见，受伤，他们好会饿。应该有嗑药水之类的吧？我们是绿色呀，我是绿色啊，我是绿色，很会吃，好会，我们超会，吃饱了，卧蚕，辛苦了，快死了，不用抽成这样，哎，拔豆芽，我们青金石好像一个哦，青金石好。抓一下哦！我刚有听到挖土声啊，我只是回来一下而已，他们居然就到那边去了，太会了！他本来是想堵你的，结果你跑掉了，也是有可能。喂，你居然都还活着，这强三哎！哎，我洗一下父母。谁要挖？皮卡丘，青金石！干什么？皮卡丘啊！我死了，请看一下对话框框好吗？哦，好。伙伴，我看到双杀。双杀。同时死翘翘。我是弓箭手啊。再借我一颗。没有在跟你打，近在哪？那我去做事了。哦，烂死了，这什么烂箭啊？烂箭，超气！别只可惜嘛，没关系，我刚刚付了不是特性啊，还要付干嘛？不是，我看到我是吉特二，然后付下去怎么跳出来？那就拿来当吉特用啊！吉特二，你知道我是看到燃烧一，然后结果不死特性，放在上面的箱子里，我也放上面了。哦，屁股痛！话说我们有人去挖钻石吗？我刚刚有挖，可是我现在付了。对，哎，我的弓不见了，钻石弓不见了，再买啊，买一下，钻石弓不见了，钻石弓哪里来的？钻石弓好帅哦，哇，哪来的？我们地洞有一个人哦，好，来了，人上来了，商店，这么好，哦，干什么？哎，我们有人在玩弓吗？哎，抢星星，点点，哎，快抢星，生命值减10啊！整生命值哦！快抢！
好的，有人在挖我们的海带怪哦，海带怪，海带怪，海带怪，啊，不知道要干嘛，这么怪，有多奇怪就多奇怪。哎 ，Jerry 来，哎，快不行了吧？嗯，有没有人在帮忙抢星啊？我一个人在里面游的好累啊！啊，我没有，有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查皮卡就要来，皮卡就来了。啊！皮卡丘在哪里？哇！哇！哇！头也不拉！哎呀！哎呀！没有抢到哎！哇！没关系啊，小小钻石，钻石。我要备用装备借我穿一下。抢繁星，抢繁星！小雨六六六，小雨六六六，六六六。哎，巧克力，我们拉后来一点，拉到后面一点点，给你一个东西。好好好，我要赋予你这把弓。颠覆。钻石弓，传奇暴风弓，啊！哎呀，它是传奇，哎，感受到一股力量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发光了，我发光了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！你怎么发光？光了！哎，一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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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刚挖核心啊，很疼的，很疼的。睡呀、啊！有人在干嘛？天空用什么？不是我刚刚滑鼠在弄吗？有人在我们家后面吗？他抬头看天空。哎、欸，有人借金哦！有人借金哦！哎呦！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有人在家里哦，靠近金洞那边。哎呀呀呀！金洞里小心哦！哎呦，看到了！哎呦呀！对的，他坐在下面装的。哇！来给我哟！啊，他死了。我饿了，肚子好饿，我要去买东西吃了。矿了，矿了，矿！感谢送矿，吃一吃。那皮卡丘都已经死到没装备了，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冲。这谁给那个人？谁给冷却点穿装备啊？我知道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那里有在你的装备去哪了？什么东西？小雨，巧克力的装备他不是穿上去，他是给死亡冷却点穿装备了。白痴哦！蒙牌整套都在那边、啊。什么动作啊？后面皮卡丘，你把那个商店，我蛋糕放毒，好毒！我踩到毒了，有人。什么东西？我刚刚没听清楚。哇！还有，死了。晚上喽，杰克来敲，杰克来敲。不错，那时候就是我找到巧克力的装备了。你把我装到哪里去了？巧克力把装备穿在人家盔甲家上面。好冒啊！团团，我需要再一把了。哎，不专业。哎，我挖很多下。难怪想说怎么少那么多。你死前要切到副手啊！哦，要切哦，好。要啊。皮卡丘走了，我的装备可以弄在同身点的。还有其他的注意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小雨快走。好，皮卡丘来了，来了。啊，杰克，你再给我，我再帮你弄。啊，皮卡丘在家后面喽。我的冷却时间好久，四十几秒。哎，白胜，白胜，怎么经验值归零？什么？经验值归零。皮卡丘要去中路喽，后面那个是谁？后面回头看一下。我那个装备是企鹅在哦，他好痛哦。占领哦，这个等级有点。有皮卡丘挂了。挂企鹅，企鹅，企鹅。哦，跟他，跟他。企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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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企鹅想霸凌我。有有有。这是谁啊？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要打输。马上就被打死了。哎，抢一颗。哎，肚子好饿，赶快吃东西。哦，这个弓好烂哦。我还只剩一了，超气，气死我了！知道我了，没有占领成功，占领成功，弓好烂哦！小雨跟着你，哎呀，我卡进去了，卡进哪里了？卡进地狱了！怎么有人在抢我的矿啊？我只拿了三个，小雨后面有人拿个三个就说抢。对啊，你真的没被杰克抢过哎！我挖的喷子，没有被杰克抢过。哎，等下我试试看啊！对啊，我全部都拿金镐挖哦，只把挖爆而已吗？对啊，你们三次等不见喽！啊，好惨啊！哎呦，酷酷酷！等一下，月，等一下，来中间就没啦。看一下我到底有多少矿啊？
嗯，哎、欸，我们书柜被拆了，有人从墙壁过来哦。是哪个小坏蛋？我要把他打爆。哎呦，时间，哦呦，这里，哎呦，发光了，不要躲了，出来玩，发光。哎呦，书柜，很叼啊，哈基，你理我啊？很叼。太颠了吧！还在顾家吗？对啊，他们是不想再顾家了。还在叮叮叮啊！啊，给你挖了，挖爽爽的。看，等一下，这你脚脚，哎，等一下，有人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家铁矿这，拜托，是你脚脚，还有盾，我没盾，我有斧，完了。资源哇！我的稿子不见了。哎、哦，踩到陷阱！你也没法复手。哦，可以啦，我十几、十五、十六下可以啦。哎呦！来不及！有干掉他，干掉他了！直接开始喽！哎，好多人！哎呦，撤！没事，繁星点点点，归零！又归零！归零！啊，招抢！对，哪里啊？等级刚上，快进点啊！哦，中间哦。有人在射我，走开啦！我这么臭，不要射啦！这边有人。记得，自我放弃宣言。要记得洗澡啊！还是跑完比较快。我拿错东西了。哦，繁星点点。雨月刚刚看到有人是不是？是。哇，笑起来了！什么声音？按错。这不是我专属工，他 Q 出来，Q 错了。哎，我挖个东西，无敌这么久，有钻石哦！我挖，哎，这怎么有两个海龟蛋啊？杰克帮我看抽到的啊！啊，没抽过奖、啊，终于有好多海龟蛋。快走开！直接塞家里，挖好，塞错地方了，啊，卡住。哎，我看我想到底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有人！哦，名字终于出来了，传、欸、奇的暴风弓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人摔伤，谁？我是我。等他还用好了吗？还，我要那个青那个什么绿宝石。哦，好。绿宝石箱子很多啊，你要多少？啊、很多吗？嗯，对啊。哦，那我去拿。19颗，19还行啊，还行。水鬼嘛，水鬼，碰水鬼。要不要让他们发个光啊？可以，发光是几个绿宝石？30个。30哦哦，那还不够，去吧。我挖。还有个水鬼哦。好。好痛啊！这边在缺9个。还在挖。这边缺9个。挖，被挖走了。他们挖走了。你那边够吗？对啊。我这边就5个，先给他们走。好。所以还有4个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有10。繁星捡到，繁星在底下拓宽了啊！才到多这么高，我干嘛做铁塔？我要做金烤啊！拓深好，可以挖了，越来越深。这给你带回去，给你。再来一次，哎呀，四个，给你。耶哟，你先回去，我继续挖。对，我先退回家喽。还有一颗钻，我也去认识一下在哪里买了。认识一下。嘿，嘿。我回家算了，巧克力怎么变刺猬了？嗯，不是这样。全身都是钱，我在酿、哦，你在酿隐形哦。对啊，强制破坏。好了，鹰眼兵哦，每次成功哦，有了。OK， 家里可以安全了，安心啦。团团灯，那这样杰克你要等更久了，因为绿宝石没了，哎。我帮你挖，随便放地上来。哦，你家里面真的都超多人的。对啊，主要我是要附魔，这么宅哦。要附魔，好宅，看全部都家里面。再给你，他们还有一个蹲在地底下的。嗨，挖了绿宝石，不要跑。哦，哇，他感觉是，我掉跑，消费，不准。我来抢他东西啊！哦，到底消费，没找多少东西，你说你可以消费的，肚子又饿了，破了，菜汤，我要起来了，肚子，阿基，快挖，肚子，我没有稿子啊，我没稿子啊，我不是缺植物，嘿，这边有食物，有那个吗？肚子饿了，还有苹果，家里有食物。
去了跟杰克拿。巧克力在哪里？全部都丢在地板了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那东西你快问，你快问，你快。OK。对，我的搞电话没搞错。干掉。现在是要配几粮食吗？喂，不要跑！难道只能用铁镐冲了吗？有人在挖。箱子有个效率二的铁镐，意思意思用一下。意思意思。小挖土，意思意思。